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，要生存呐，社会很现实。在忙都嘛，我娘要到工啊。我在5点钟起床。我光是学这些干。接着去，为了是那时候去干。这都是那个木子的，跟木工干的，一路进一直路进。两个八一过了是了，干30多年了。叶队长，你今天下学？真行啊！快过来生活啊！我来了，你也菜了啊！仓库我时常是忙不上时常，我这时常是来了后来，就是八百块钱月了，开始还打工啊，给我们那个当爹。找有来了，把别人问他去摘摘摘么？干事去了你？你家十一车到19个，人家拿14个鞋子。小姐姐。他去了东北。哎呦！妈妈是家里的月亮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这里是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。